我们现在呢是在延吉最大的农贸市场，您可以看到红红火火的辣椒面，不同的辣酱一眼望不到头。不管什么鱼呢，撒上我们的酱料呀，都是好吃到令你尖叫。羊排滋滋冒油，两面金黄。这个牛小肠一入嘴，火烫，充满了辣椒酱和这个汁水的香气的。咱们吃个啤酒锅解解酒。你吃过辣白菜的牛肉串是吗？你吃过啤酒做锅底的串是吗？真是火辣的延吉，还有火烫的啤酒锅。我们现在呢是在延吉最大的农贸市场，这边啊，您可以看到红红火火的辣椒面，那是一眼望不到头。而这边啊，也是红红火火的，但是辣酱，而且是不同的辣酱，一眼也望不到头。姐姐，我想问你一下，咱们延吉的辣椒为什么品种这么多，而且看起来好像有不同的这种作用？你给介绍介绍。这些延吉的辣椒多的是我们潮州人愿意吃辣的，必须有泡菜、大酱汤才能吃饭。那您给介绍介绍，都分哪几类？这个哈，微辣的、特辣的、中辣的、不辣的，还有粗的、有细的，还有中的、中粗的，还有小块形状的，还有片大片，都有，都有。咱这辣椒跟说绕口令一样，有粗的，有细的，有辣的，有不辣的，有香辣的，还有麻辣的，甚至还有香不辣的。嗯，嘿。延吉常被人称为东北版的成都，是辣而且拥有多种美食。这里作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有着东三省独树一帜的民族特色。自古以来，朝鲜族菜肴最突出的特色就是辣，而且以辣酱为主。今天范小二的延吉之旅就从一份搭配什么都好吃的万能辣酱开始。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延吉的王美娜。我们家的烤鱼呢，一年能卖出去十万条，深得男女老少的喜欢。那为什么咱家的烤鱼这么好吃呢？都源自于我亲手调制的万能酱料。那不管什么鱼呢，撒上我们的酱料呀，都是好吃到令你尖叫。那我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跟我学习我的万能酱料了吧？啊，我们家的万能辣酱做我们汤、面条、炒菜都可以。那今天您打算给我们用这个万能酱料来做一个什么？做一款我们延边人特别喜欢吃的火辣烤鱼。咱这条鱼用的是什么鱼啊？啊，我们这个用的是清江鱼。这个呢，鱼刺特别少，老人孩子呢也是吃起来很安全。我先教你们怎么腌鱼：白酒，还有我们的生姜、葱花、香菜。这个您都搁姜了，还搁那么多姜汁儿干嘛呀？这个哈，你认为是姜啊？那肯定，那肯定，那肯定，用这么香呢？干一口。哎呦，这个呢是美娜姐万年不传的。为什么腌鱼我们家鱼好吃啊？菠萝汁儿，菠萝汁儿啊，最大的用处就是会让我们的鱼啊口感变得更加的鲜嫩。用手给它搅拌均匀一下，把这个汁儿啊倒到鱼的身上。给它腌15分钟到20分钟，我们就可以进行烤了。是不是咱该做咱那个万能酱料了？好，好吧，没问题。嗯，首先起锅烧油，少烧的来一点就行啊。把辣椒面呢直接呢都倒到油锅里，这里呢有13种辣椒。就我们在家的时候吧，不用追求这么多种辣椒，喜欢辣的那个口味的辣椒就可以。哎，小火慢炒，小火慢炒它才能出香味儿啊。然后它还不糊，你看颜色一点点在变，从刚才的鲜红变成现在的南瓜红，炒到这个程度啊就可以了。下一步呢，就开始把我们的这些调料，然后跟它搅拌到一起。嗯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洋葱、牛肉粉。我们很多的炒菜呀，我们都放牛肉粉，因为有营养还健康。黑椒、白芝麻、苏子粉、糖稀。这个就是麦芽糖稀，它的甜度没有那么浓，用白糖啊太甜了，用蜂蜜啊变了，还有花香，麦芽糖呢它就是丝丝的甜味。然后呢把它们呢都搅拌到一起，这个酱料搅拌均匀之后呢要静置啊，要放24小时发酵之后才可以用。经过时间的发酵，这个辣椒酱现在闻起来就不像刚才那么冲。那姐，咱这个万能酱料也好了，咱是不是该烤鱼了？该烤了。缺啥？上炭。上炭，上炭，上炭。那咱烤鱼吧。行，开烤。开烤。嗯。
头放下来，要不它会卷成一个卷的。您是不断的要翻面给它烤，对吧？对。我们还要再调一个刷鱼的酱，生抽、蚝油，我们的鸡精，用我们小刷子搅匀了之后，涂在这个鱼身上是吧？对。哎呀，这个真正的是暖冬的美味。对，一条大鱼热热乎就在您旁边，烤出滋滋啦啦的这种油香。哎呀，我的胃已经受不了了。姐，咱是不是要刷咱们这个万能酱料？万能酱料。现在呢，就把我们的这个已经发酵好的我们的火辣料啊，均匀的涂抹到这个白白的鱼的身上。我看您那个万能酱啊，只刷了鱼肉这一面，鱼皮那面还用刷？鱼皮不用刷。牢记，鱼皮是不用刷万能酱的。对，可以开吃了。好嘞。嘿，这一下就脱皮了。你看这个鱼肉拿起来之后，我们能够看见，一面呢是刚才我们美娜姐刷的这个万能酱汁，另一面呢，脱了这个皮之后，就是雪白的鱼肉。怎么样？就问问你怎么样？我瞬间就爱上了这里的烤鱼，轻轻的上下膛一抿，这个鱼肉里边还有汁水，吃这个鱼顺滑，丰腴，带着那种馥郁的香气，太好吃了。先用白酒、生姜、葱花、香菜，还有菠萝汁腌鱼15分钟。接下来制作万能辣酱，需要放入炒香的辣椒面、洋葱、牛肉粉、泡椒、白芝麻、苏汁粉、糖稀，发酵24小时。烤鱼时呢，两面各烤5分钟，再刷上头道生抽、蚝油、鸡精调制成的酱汁儿。烤3分钟后，鱼肉面刷上万能酱料，最后烤1分钟即可。延吉市的面积不算太大，但街边永远遍布着大大小小的餐厅，简直是食客的天堂。有一家专做烤羊排的餐厅在延吉已经火了10几年，与别处的烤羊排相比，无论做法还是口味都大有不同，用料十分火辣，令大家欲罢不能，甚至是许多延吉人心心念念的家乡味道。大家好，我是10几年专注做烤羊排的老陈，每年卖出超过11万斤，好多外地的朋友专门到我家来吃烤羊排。今天来不了的朋友也不要紧，今天我就现场教你们做地道的延吉特色烤羊排。来延吉，我跟您说啊，外边是天寒地冻，一到屋里啊，您就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吃什么呢？一定要吃当地的这个烤羊排。哎呦，当地人对这个烤羊排的热爱啊，没法提了，杠杠的，杠杠的。来，陈大哥，您教我们开始做这个烤羊排吧，好吧？好，好，好，来。这个羊排是当地的羊排，必须3斤8两到4斤。嘿，您看啊，3斤8两的大羊排，我首先在这儿闻羊肉的这个膻味儿是一点没有。再一个，这个羊排必须得是3分肥7分瘦，每个羊排哈，给它划成2毫米深的刀口，这样更好的入味儿。这是什么？我真不知道，您给我们说的说的。感觉是您私藏的秘料。对，这就是所有这些料的精华，给它捣碎了、打碎了之后做成了这个复合料。对对对，这料一会儿咱们要用这个刷羊排，复合料咱们先款一勺当地的辣椒粉、食盐，用热水等于给它冲开了。哎，就开刷。对，也是先刷这个肋骨筋膜这一面。对，这需要啥？需要刷3遍，就是每隔1小时刷1遍，相当于这个步骤就得3个小时。那陈大哥，这个上钩子吧。好嘞，这个钩呢也讲究，必须得钩第一根肋骨和第二个肋骨中间。进炉子，进炉喽。那咱这个炭也搁上去了，盖儿也盖上了，这得烤多长时间？文火慢烤哦，这个需要烤1个小时，这1小时呢能锁住那个羊排里面的那个香味儿，那个汁儿，那个水不流丝。后面还再用这个急火快烤，香狠的，哎，出这羊排特别好吃。
来，小米，这个现在咱们可以出锅了，可以出锅了。你看看，哎呦，你让我闻了这么长时间香味，我这受不了了。嘿，烤的金黄，而且这滋滋冒油啊。啊，等于就找到这个肋骨的这个边儿，一刀给它嘎下去就可以。羊排均匀的摆在帘子上，大概给烤多久就可以吃了？20分钟。20分钟，好。烤怎么样？嘎嘎的，滋滋冒油，两面金黄。这能吃了吗？现在？现在不行，咱们还有最后一遍料。牛肉粉、辣椒粉。料酱、腌料，好，这就搅拌。唐老板，您看，丝丝冒油，这就可以捡盘了。将八角、紫兰、草果等磨碎后制成的复合料加入辣椒面、盐、热水，搅拌均匀后刷在羊排上，每小时刷一次，共刷3次。将腌好的羊排放进吊炉烤1个小时后取出，将羊排放在烤炉上烤20分钟，中途刷上用牛肉粉、辣椒粉、辣椒酱和腌料制成的酱料即可。严选鸡肉，安心尝鲜，泰泰乐三鲜鸡精，把您回家吃饭。一到晚上啊，这个延吉的街道热闹了起来，而且大大小小的餐厅啊都宾客满营。在这里啊，有一类餐厅特别具有当地特色，它叫做啤酒屋。它可以理解为啊，就是咱们的这个酒吧和大排档的这么一个结合体。这些菜也特别的下酒，劳累了一天的人民啊，到这里来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烟火气。这些菜当中有一道菜叫做辣炒牛肥肠，太受人欢迎了。Hello， 大家好，我是艾丁。在延吉呢有一道周周必点的美食辣炒牛肥肠。这道牛肥肠呢是我研发了近100次才做出来的美食，绝对是桌桌必点。今天啊您有口福了。咱们延边黄牛哈，它有特色就是肉质紧实。尤其是咱们延边的这个牛小肠它的那个油脂哈就是特别的饱满。选牛小肠的时候一定要选这种油脂比较饱满的那个油脂烤出来那个香气。你看特别的诱人。您这么一说我更馋了，那咱赶快开始做吧。好吧。咱们做那个牛肠咱们有个特色就是清水煮。什么都不放，纯用清水把这个牛肠给它煮制。一般呢煮50分钟左右，中火，然后用筷子插一下，它就能插透的话它就好了。然后切1.5厘米的小段。煮完了之后里边这种油脂啊就跟那种半软化的奶酪一样，一挤还能够出来。下一步呢调酱，因为咱们这个牛肥肠只有配上咱们的特制这个辣酱吃起来才特别的爽，香辣解馋。海椒，本地比较厚的红辣椒，朝天椒，这个是磨的红粉增色了。牛肉粉，醋，中和这个辣度的糖稀，蚝油，酱油。这个酱料等于就算调好了对吗？对，这样的话就可以了。第一步是滑油增香5成热左右就可以了。然后第二步是把蒜跟那个牛肠一起放里面滑油。那个牛小肠迅速的就膨胀和卷曲了开始。这样就可以了。
忒漂亮。啊，这一步咱们就开始做辣炒牛肥肠。好，先放点油，加入小米辣。好，然后加入辣椒酱，把它香味煸出来，然后加水。这水等于是盖过这个辣椒酱，这时候要调个味儿吗？没了，都在酱里边。都在酱里边了。这个咱们开始加牛肠。这个一下锅啊，我能闻见这个辣椒味儿，现在开始往这个刚才刮了油之后的这个牛小肠里面开始慢慢的渗，是吧？这个时候是收汁，收汁，然后它开始入味了。嘿，这汁儿收的差不多了，大厨开始大翻勺了。啊，这时候就要出锅了。嘿。没了，哇，好烫，太好吃了！这个牛小肠一入嘴啊，火烫，但是您轻轻用这个牙齿一嚼，瞬间里边就像爆汁一样，挤出它里边的那些汁水和这个脂肪。这个牛油啊，它充满了这些辣椒酱和这个汁水的香气，所以在嘴里啊。弥散的那种丰腴而又醇厚的香气。牛肥肠用清水煮50分钟之后切段，再和蒜一起过油后捞出备用。将海椒、朝天椒、还有红辣椒粉、牛肉粉、醋、糖稀、蚝油、酱油放一起搅拌，做成辣酱。锅中放入油、小米辣、辣酱和水，煮开后加入牛肥肠和蒜，大火收汁后装盘，搭配萝卜丝一同食用即可。要说延吉餐桌上离不开的辣味儿，一定是朝鲜族世代相传的辣白菜。不论粗茶淡饭还是美酒佳肴，都离不开它。接下来就跟着范小二一起走进辣白菜加工厂，看看辣白菜究竟是如何制作的。我知道了，这白菜啊，等于是从那边传送过来的。这是喜国的白菜吗？对了，这个是我们第一步啊，脱过盐的白菜，就是为了把这个白菜给它弄蔫了。我们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微波的清洗池，经过我们3道的这个微波清洗之后，这个白菜我们给它捞出来，啊，沥干了水之后，我们给它这个进行抹制了。这个我们抹制白菜啊，还是就是传统的这个手工抹制的这个方法，为的是保证这个原有的这个工艺和味道不变。手工抹制啊，可以一层一层的去抹制，抹得非常的均匀。哎，对对对。这一步啊，就是我们到了最后一步了。那么我们工人啊，把这个白菜称重，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袋子是400克一样，然后我们称完重之后呢，投到这个投料盒里，啊，投料盒里之后，然后进行机器灌装。那么进到仓里的这个袋子之后呢，它是自动的封口，自动的抽真空。仅仅一家工厂，辣白菜年产量就达到上100万斤，足见这里的人们对它的喜爱。辣白菜的常见做法是用来配饭或炒菜，而今天范小二要带大家吃一道闻所未闻，只有来延吉才能见识到的辣白菜新式吃法——串串啤酒锅。我们是延吉开了4年、排队4年的串串店，我们发明了一种全新的吃法。你吃过辣白菜的牛肉串串吗？你吃过啤酒做锅底的串串吗？今天我就来教大家这种延吉创新与传统相结合的一种创新菜，教给大家。串儿粉啤酒锅，对对对，这是怎么回事？这怎么由来的？延边人比较喜欢吃烤串嘛，愿喝啤酒，然后一些食客们呀，吃完串了以后，剩了一些串，完了放在一个盆里，炉锅里了、哎，啊，然后倒两杯啤酒，放了一些他们自己调调料，啊，煮完发现挺好吃，完了这个有心的老板呢就尝了一下，把这个制作过程留下来了，然后慢慢演变就成了我们现在的啤酒锅。哎呦，您这么一说，我听着都馋。来，今天这些就是我们要用到所有做那个啤酒锅酱料的这个调料。首先，牛肉粉、粗辣椒面，这是细辣椒面啊，洋葱放一些，细洋葱末，这个香菜末，糖稀，然后我要用到泰德勒鸡精，咱们的酱油，然后把它搅拌一下啊，沿着一个方向充分搅拌均匀啊。这个酱我们正常得放半小时左右啊，让它发酵一下。下一步我们做这个辣白菜串串啊，辣白菜牛肉串串啊。今天的主食材啊，咱们这个延边黄牛肉，延边黄牛肉是这个中国5大良种牛之一。完了，再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辣白菜。
正常我们的牛肉啊，切成这样的片状就可以了。咱们现在得把这个牛肉啊，吃之前得先腌制一下。第一步，咱先把木瓜汁倒里面，因为木瓜里面有这个木瓜蛋白酶，它是最天然的嫩肉粉。生粉，粗的辣椒面，接下来是蛋清，然后就把它抓匀，抓匀，一定要抓匀，让所有的调料跟肉都融合在一起。好，这样抓差不多了。最后一步，我们最后一步要放一些辣椒油，提色，还能给它提些香味儿。这个肉跟刚才那样，也大概要腌半小时左右。盐鸡最有意思的是什么，知道吗？我们晚上喝酒以后啊，喝完了以后会说：“来，咱们吃个啤酒锅解解酒。”咱们吃个啤酒锅解解酒。来，咱们吃个啤酒锅解解酒。这是第二场啊，您看见没有？在盐鸡，人家第二场是专门去吃点啤酒锅。对，这个是解酒用的。对啊，想想我就觉得当地人好爽。好嘞，这半个小时，咱们现在开始串串。串串。好嘞，来。首先我们拿一片这个牛肉出来啊，然后拿咱们这个辣白菜。哦，这辣白菜跟牛肉是有关联的。哎，对对对，完了我们把它卷上。哎呦，这么一卷、啊、这超乎我的想象。牛肉跟这个辣白菜卷在一起呢，有两个好处啊。第一个是它用签子吃起来呢，一人一串吃起来比较方便。第二个是这个牛肉跟辣白菜卷一起吃的时候吧，它吃起来口感有复合性。接下来还要介绍第二个主要的食材，叫苏子叶，也是我们一个特色啊。好嘞，这串呢等于咱串好了，没错，是吧？对，这个就是咱们啤酒锅的锅底。首先呢，最下面一层是豆芽，然后分别放了什么呢？金针菇、干豆腐、杏鲍菇、小白菜，然后再就是传统啤酒锅里必须有的三样，一个叫月牙骨，猪的月牙骨，一个是金皮，还有是猪心肉。就是最早的味道，就是这几个食材是必须有的。这是一种传统的方法，先把它搁在底。没错没错。那下面就要做什么、好了，咱们现在把咱们的酱料放在里面啊、大概放两大勺就行了啊。好。啊，一勺。好，两勺。然后呢，把咱们刚才串好的这个串串直接放在里面就可以了。好，最终压轴时候到了、哎呦，那压轴还有什么东西要放？啤酒和啤酒锅一定要放啤酒，对不对？我们用延边本地的一个啤酒，来，给你一瓶，咱俩一起倒。您这一说，我就以为要咱俩要炫一下，干一下杯，然后来来来，来，咱们坐到这边。好，高度就这样啊。对，好，好，大概煮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十分钟，对，十分钟。这个时候呢，其实可以大家点上凉菜，在这聊会儿天，唠个嗑。对，十分钟左右，咱就可以开吃了。对，香气也都已经蒸腾而出。将牛肉粉、粗辣椒面、细辣椒面和洋葱、香菜、糖稀、鸡精、酱油搅拌在一起后啊，发酵半小时，制成辣椒酱。然后啊，再将木瓜汁、生粉、粗辣椒面和蛋清啊一起放入牛片中腌制半小时。最后啊，咱们将辣白菜、苏子叶分别卷入牛肉片中，穿上竹签，制成串串。啤酒锅锅底食材摆放好后啊，将辣椒酱、串串和啤酒煮它十分钟，大概就可以了。严选鸡肉，安心尝鲜，泰泰乐三鲜鸡精，把您回家吃饭。特别好吃，是吧？这牛肉啊，一丁点都不柴，对，非常的嫩，而且很入味。辣白菜这个味道也都变到这个牛肉当中去了。关键是这个辣白菜都煮成这样了啊，十分钟啊，它还是脆的，脆的，先是软，再是脆，在你嘴中啊，香极了，真是火辣的延吉，还有火烫的啤酒。